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的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卢军宏台长，感恩卢军宏台长。请台长给我儿子看看图腾，84年的属鼠的。哎呀，怎么都差不多的啦？哎呀，又是一个脑子啊，听得懂吗？他有严重性的忧郁症，10年多。我不是说脑子啊。嗯，是，嗯，是。是是是，我告诉你，他有一个手，明白了吗？嗯。经常有点这个关节啊，啊，这个手怪怪的。是是。是是。他手变形了。变形了，听得懂吗？鼓掌。台长能救他，明白吗？谢谢台长。但是你要记住啊，他有一个问题啊，他的这么小的孩子肾脏不好啊，生出来肾脏就不好，腰子是 是小便很多。对对对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台长都看得见的啊。其他呢，这个孩子主要身上房间里有一个灵性，身上有一个打胎的孩子。你掉过孩子没有啊？掉过了，跑到他身上去了。嗯，我念小房子念了108章。108章，你知道你掉几个啊？我知道我掉了3个4个。3个4个。还要我讲啊？嗯，你们没有听到过广播啊？有一个人在广播里说：“卢台长，你看看我掉几个啊？还考考我。”我马上说3个。哎呀，你猜对了，还100分呢。他脑子坏了，脑子坏了。他改过名，原名叫于洋，现在叫于海红。我升文了。原来叫于洋。嗯。现在于海红。嗯，于海红。嗯，你是什么意思叫我？我看升文成功没？杨于杨本来是3点水一个杨是吧？对对。嗯，升文成功了。谢谢。他的房间里有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都不是东西。我都走不都不能，多少在小房子？什么东西？他说。我说不是东西。对，我告诉你，那是东西吗？那灵性呀。什么？对，什么灵性？你自己想一想啦。家里晚上到早凌晨的时候会听得到声音的。经常听着。哎，嘎嘎嘎嘎。经常听着。小房子要多少张？小房子家里要86张。好吗？放生放多少条鱼？放生放3000条鱼。他的要用多少？他的3000条鱼，好吗？小房子多少张？先叫他念，小房子有的念了。他念了100张。哇，这么多啊！他自己念了100张。哦。别人呢？我给念的就是800张。他知道我是谁的。我告诉你，他很相信我的。对。哎，对，小弟相信台长吗？相信。啊。你是观世音菩萨。谢师傅。我刚刚跟大家讲了，他知道我是谁，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灵性，是一个很厉害的灵性，会告诉他很多人间的事情。所以很多人有这种病的人，他讲出来的话很奇妙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们要好好念经，没事的，叫他好好念经，救救这种孩子，对台长来讲小菜一碟。